我想说，我在那里洗澡，啊，那个玻璃，哎，那是你的吗？不是不是，啊，那个监视器的，啊，跑跑是监视器。我第一次搞这个，话说，他是不是洗了一个？我说那个东西咋的呀？蓝色玻璃啊，看不到外面的。我没有，我这个是一米八。还不错，难怪跟他姐姐是别的。比方说，他说三楼有厕所，我刚进三楼看没有，没有，在房间里。楼上有。哦，楼下，楼上还有三楼。楼上，楼上，楼上。Gracias.
跟情敌一样的人，没有啦，跟情敌有些人在接吻，这叫不能倒的梁。哦，再这样量，哦，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啊，那个比较夜夜的，很好一样，哦。现在基本上还能还搞啊什么的，那他家的既然有话好写，起码一家还没算。这个家都无聊啊，这个家只拍打门，拍袂开，伊。很好看的。哦，这国旗啊，真好看。你在要不接你接吗？不接。要不接。拢调少点啊！你调诶，我那站诶，伊调诶啦。都站尾啊，歹啊，要找无人通啊，通啊交钱诶。啊菜，啊菜少卡电话，啊我则靠迄个单数落啦。啊单数啦，到因暗时七点外诶分组讨论啦。啊，分组讨论诶时阵。就叫主持的啦，那搞的就好啊。这样子放
一道，一道林志升，林志升讲安那安那好啦，林志升啦，何瑞元啦，何瑞元伊咧昨讲也是再讲啦，伊讲美国的基本精神啦，何瑞元嘛好啦，啊，这个林志升啦。国务总理这个较袂晓讲话，太直言啦。不过伊你讲话分量蛮高啦。邓文瑞去美国训练几啊年啊？伊讲抗五年啊，抗五年，抗五年即摆一年啦，你也上六年啊咧。所以，伊个五角大厦，伊个讲啊讲，美国五角大厦的，防卫什么布防啊？美国五角大厦的台湾布防，保卫台湾的保护。啊，伊无讲哪伊个吼。台湾甲中国个中嘛，迄中线啊，搁台湾海峡吼，迄不管是伊迄个美军个舰队，不管是着伫遐巡，伊着啦，然后去香港，去香港访问啦，去大访问啦。迄种拢遐物件啦，中国个遐，遐个中山个光，世界啦，中国啊。嘛，讲归他啦，伊个安尼，迄个就好，对唔？去讲拢归嘛，我是伊中国个，怎么样？看到伊讲啊，哇，归人家这一代一代，啊，咱中咱大陆不归人家这啊，我难弄，台湾这难弄，这唔难，我这样讲，对啦。台湾过去食去嘛是美国便宜个啦，嘛是美国便宜，伊才去。哦，因即款就讲都，中国较勇啦，甲美国侦察机看走啦。讲都中国吼，过去只侦察机啦。你讲是有干啥搞的事？嘿。叫人起来，因为咱在讲吼，要住啊，地啊，真大啦嘞。我都敢讲哦，我都敢讲，中国军事哦，上第五名都排排袂落嘞啦。你莫讲啥，伊敢会赢俄罗斯？咱莫讲美国，伊敢会赢俄罗斯？对无？伊都搁讲俄罗斯买武器嘞啊，咱俄罗斯敢袂甲买武器？啊，中国武器是卖遐非洲遐。啊，甲遐个恐怖分子遐尔，起码就是，啊，阿爸无伫个啦，去外围个啦，啊，咁快，伊啥物事，伊即个物哦，啊，中国啊，有，咱只规个个物件，啥物事，嗯，对啦，诶，我帮忙介绍一个啥物。无你即摆吼，咱个最大还袂真确定了，以前啦，美国袂随便提钱予你啦。伊惊提钱予你，啊，若坏了了，我着即政府全倒，啊倒伊袂，对无？啊你，你叫我援助，你着家己爱先自助，我毋才甲你援助。哎啦，真水喏！我头拄仔去查哦，无签名嘛，无了美国。真水因啊，这回无甲咱来。哦，坐咱的车来啊。都
我娘国语嘛，结果伊无去签嘛，无领，伊就来遮，来遮了好，一行行就去，一行行安尼去。迄秘书，秘书做失败了，伊的领导我感觉做不奇怪。啊，三百钱啊，算几钱？三出较济伊就做，啊，即款钱讲安尼，五百块。啊，我等下来问迄、那个啥，手机迄、那个爱问手机的才知，手机的伊老，迄手机老爷名就是讲有交啦，他若无名就是无交啦。啊，我头先是看签迄个名。国旗啊，两边国国旗迄个吼，我看伊无签名，但当作伊要去念，无要互伊，遐伊就无签名去咯。到了，到了，爱乱了，准时个了。还有个建议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的脖子就是你的脖子，脖子还是你的脖子，还是你的脖子，我忘了。
我这个细菌的不相同的意思，相同的意思，到底是不是病毒感染的细菌？毒感染的细菌完全可能出现。首先，国家对于人民生命、生命财产是有义务，还有保护。我同意，那既然人民生命、生命财产效果对你产生国际。产生国际医疗战略的一种，战略是，战略来说，光凭怕这些东西，怕不要啊，我是什么病？光凭怕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去帮助，帮助那些对别人。所以说，正面这样这些东西来先管理，然后再有意义，然后呢，来做一个目标。一见他过，你有权利你管我吗？他过，对不对？一过之后，肯定你不用过吗？你不影响，你管也不管。虽然说没有公平，但这个也有，也有条件的道理。后边请对待高位些，不依不不依不依啊，叫他们再过来，内心不为难，这都难。人心不可以，蚂蚁不可以表现。一会儿我干一番，回去再聊。高兴一点就关心，在他们是我们，他们就会在关心。这样他们才在关心。你好吧？Thank you.
说，人这个点你当然很注意，我一直说我看很多看到我一直说，他这个我在画里头还是没有满意，这个画没有满意，我其实没满意，还是来这儿满意，这个是做到自己在画里头注意了。Thank you.
是的，刚刚你提的那个问题，大概年龄是多少？你看多少？
冰晶都是生动，是代表身体的。冰晶都的空中也有山，但这个的两方面的，是主观的结果感。所以我讲，这个冰晶的话，是讲说中华民国冰晶，啊，中国国民的，是不？然后呢，什么标准？什么标准？像那标准的话，不敢看的。我不知道，难怪呢。别怪你没有说嘛，那别说什么，那别说后生，那多年，你还在搞你自己。那你你到外面，我问台湾人，你肯定在搞你自己。这个别人笔记，你呢？或者你你可以跟别人讲，你可以跟别人讲。
阿弥陀佛。
Yeah.
的事实并不能代表一切。我拿过外拿过一些钱回来，然后到了在山里多努力，他妈也不管你。你先不先？我要开始了。
要钱。那哪个节目？那各位，你看不赢，各位这边看不赢，开始了，再来一个。你不拿东西，然后还拿外债，忙忙忙的，再说。所以，大家小肚子的，必须得到必须有一点的秘密啊。我敢再来一个，没有了。满足一个完全符合波斯感觉。他喜欢买那个开头水平一模怪怪的东西，一个大的东西，其中比如说像这些方面，西方的大多方面是不一样，西方的我买那句，我想你，我想你，首先我跟你过了，开头水平也许就第三个方面没关系，你就过了。所以开罗宣言有效，有效。开罗宣言有瑞典，在中英，中英这边搞什么？因为他们这边的情况是因为一九五零年的六月二十五号安贞的话，哦，有部分出了大汉的，一个状况，他说我。杜鲁门道，你中国已经违反开罗宣言当初的誓言。开罗宣言立即起身，军队的代表国方，我们中国永远不会侵略其他国家。所以开罗宣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被考虑的一样。容许叫一个国家去改变你的秘密啊！万马国现在是怎么样？国家改变什么？一个人在秘密档案里发表，一个国家叫这个秘密档案去解密。这不关我，乃是时代所有的各派各别方面的联盟。新台湾不改变，那你不能说有机会立法的，也就立法的。现在我们是要向南海发展机会，但是相同，所以最近我们国家是日本南华，那边南海，在北南海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是南海。我告诉你，我说哦，一些人也让我想到你的安道华，而且我一转自己的衣服，安道华，我还有衣服安道华呢。你想告诉他们你在做啊？以前叫安道华，你喜欢躺在那边安道华，爱情花花落下，悠悠。东西一共才多少钱？以前那财务的 ，ESM 底下的流水知道没？但是你这个老板的地方是什么？在干什么的？其实说这个，人家在做一个，不是做的。你是英雄，你给一个大家去听一下。今天老高，不合适高，不合适。一九五一年九月八号，香港疫情爆发，商标是黑板，现在，后来被封掉了。琉球还有日本对于琉球还有剩余主权，美国为了避开琉球，那贵的多了。Thank you.
看你，我是讲玻璃，但是呢，一颗都别出来。所以这就简单了，先让鼓励，既然是白白洗，不能脱离，所以你不能脱离，但是那边都别出来，是合理的。而且呼吸，一年变成现金越少，我病痛下面，你那边鼓励。
的是美国陆军总署也在审慎发现一点，美国对方反应的判定。一种系统呢，它都是一般国会外的，这叫它就它比较外面的，那什么啊？Thank you.
我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子，大概都是小房子。这几万块钱，他说的是经济方面，也得做好保管，有几万，在几万年债券，几一百亿的债券买的，政府也用一百亿的债券交给我们看。这个欧巴马还是百姓的事，其他人想往这上求这些资源，一起逼迫中国，依然不行。比方说，我们一个把一个计划，今晚跟中国再去那里，美国再进来，你说哪个？日本也要出动吗？马上就变。最后今日，因为疫情现在是大的嘛，最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嘛，非常开心。我想过我用钱买的，一月我新那些东西，所了解的美国在日本的资产嘛，是美国为我买的3万的，我买的还没出呀，3天的交易量不是呀，他们比我还高，为什么？因为那你这个很爽哎！
些人到底啊，这是应该为保护，不是为保护。哦，你现在那个保护是什么？而且品牌，主要保护这款品牌，它就是两千五百万，可是那个 A 股，它是为什么？一是什么？我把这个来给你嘛，所以我们主要把我们的话，在收集我们的话，我刚才说的呢，我刚才说的呢，哦，那一个广告啊，是不是来自是不是来自这样的？我说，当然是没把握的，九位的嘛，不是正把握的，我现在是没把握的，两个人啊，我上面有公司，他来工作位。还是老师常给感谢意义给我们的方面，或是公司的方面，我希望说这个技术非常良好，美国来的就是从这个国家来的，问很多问题，哦，其中一个叫你买的礼物，哪里？你们这些台湾人啊，什么年龄啊？你代表台湾人，你参加国民党的选举，他中华民国的选举，还要还有这些干嘛？哦，那是联合国技术大学 ，S A I P， 这个是国际经济研究，好，做出来的，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国际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企业，它的研究生出来学习能力。是那个王总，就是他无意间的有个提案，我来我们会谈的提案，叫他到不行再处理，因为我们要讲台湾的事情啊，在最近半年要什么马云啊、川普啊，然后蒋介石的夫妻案，那哪呢？那你要在蒋介石手下。听出来的人，哦，听，听出来要听他的，要推行生产，哦，你要情报你去年转让去的，不知道哪个系国际没拿，然后在那处理的，结果他是透过蒋介石选的嘛，在控制这些要控制没拿，他通过没拿来控制台湾的意向，所以我们认为是选举是没有不民主。哦，是虚伪的，是假民主的，所以呢，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政府。哦，所以我说一个必须，有这种有其正当性，过来我骗回，一开始讲好了，必须好，可以啊，是不是？是不是说，但是我们投好的话，就是去气的，主要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是不会气的，中央书记，他们这是。Thank you.
们小大姐就说，我们在那收礼器，我们是买过来的。你有没有在帮助我？所以过于其实好像在工作，但是不做这件事情。我是亲眼看到，我是亲身参与的，所以我感觉来新加坡一定是幸运的 ，very exciting。所以从一旦要我做一件要务，他说，什么地方你记不下？身体第一，那是个年轻人。哦，一个姑爷，一个姑爷，姑爷他来了，充满威武，充满气魄。一个他来了，十二十一个他再来了，十二都还有二十几位。我那几个人微信叫过来上班，来充满那些气魄。但是那一块地不降，哦。
最高的一个目的，啊，只能以一个人为目标。我们讲，那以后呢，那这个就是第六代多佛，那是在做后面庄严，哦，那就要庄严。好，第二点，讲的满山开心，所以呢，欢迎结道跟道中三代，第五代，哦，欢迎呢，这里好像都不这样。
以我们可以把好事在外面的工作那你有没有比我的心理日子里面说把你给他公开最好的那些卡很多面有一定情绪当然我们考虑起来就不够了我后来就来了想起来我不去做我一直都不出来进入我自己我把我的工作那么我也给你一个意见啊，马上跟秘书长讲，我姑娘给你上去，不能光听你的。好像我一天在这地方办公室去参加一些财务状况，他说我给你两个百分之一，别人还给你交，我那那那那我这什么收嘛，那那那秘书长两手都是现金。然后我就来到台湾的其他地方，在台湾一间台湾的，他记得我那是台湾的，台湾的，好，意大利的嘛，所以啊，我们这里哦，因装一水啊，都过来，哦，买那个三十来个台币，我们不是那种，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种的。你找三组，我开始我给找三组，我说你选哪里？我先进自己起来吧，我现在还没有，你是放我给你查一个，然后他就开始，他们开始在做，哦，开始起来，他们就在那边，哦，哎，你是考试今天下来的没？哦，他那个考试有几条问题呢？他提醒，提醒我把我那作业拿过来，他是啥？你什么？所以家里上来的。记得有啊，这个方面你不要，我担心我们要在这里多学点，我上两个月，我赶快上两个月。哎，好厉害呀！不担心吗？还有那东西来做啊，我担心的，但是电话搞电话，电话，三电话呢，我刚接电话呢，下半年我就不是这个样。既然这样，我来给我来。我们把我们上岗去很细，有啥的细，你怎么晒哦？我那里管理不要吗？抓不要吗？细，哦，你会去有资料，你对那里管理有帮助，有经验利益，那么经过信息提升，所以啊，那就是我，哦，有利的，为大家高兴。那我们属于那个叫叫做台湾里面的叫做完全加拿大人都报台湾去了，那不过呢，这完全个性，不可能个性，我要做哪里，做啥东西，在这个路，老年路，目前的路，目前的安逸，哦，目前的坐标坐标，也是加拿大人都喜欢买穿布的这个东西，我那边没有加拿大。信心，大家一起来，同舟共济，对不对？所以啊，你平安喜乐，好在我们家，你有多没信心啊？那是不是嘛？还有是啊，又是过了两年同济，结果我老爹发现我们家，那些东西我老爹没见到，我肯定不好使，我不会不好使的，是不好使的，你才懂，你才看懂这句话嘛。所以这一点呢，你要理解的，是不好的。你啊，你老婆，万一拉拉扯扯，同时对待这个工作，对待这个工作，啊，就多加考虑。这里面我是接受来宾来，这是这些啊，这个的职业情况还是多加考虑。谢谢。谢谢
哎，我是不清楚哦，所以咱是拍照在那边关门呀，哦，是拍照在那边关门，是讲你关门在那边哦，啊，但是哦，哎，啊，还有一点那个功能哦，哦，哎，是拍照，是拍照，拍照后边关门这样，而且哦，毕竟来吧哦，哎，不错啦，哎，希望我这老年人多一点，多一点吧。非常多的，多多的多的哦，有车有单位，拢在啊，这是蛮好。还是有车的哦，还是做了买菜，可能你会有点文化冲突，然后你再来哦，多少点？那多少米？高区多少米啊？八十多。那后边啊，这个等于哦，大概都是从你那个房子里头来的哦。
Thank you.